陈莹同陈家洛出席廉政行动2019宣传活动，两位因为拍呢套剧而传出绯闻，陈莹又大赞家洛孝顺是好男仔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发展空间呢？其实陈莹即今次合作认识到陈莹啦，咁同佢成为好朋友，我觉得都好有缘分嘅，因为不是话每一次合作的对手都可以即有呢种默契喺度，咁今次就同佢叫做不是很长的合作啦，得5集，咁希望就嚟紧可以多啲机会再一起合作一下啦。陈家洛拍摄期间同另一套戏撞期，成日都话瞓唔够啊！精神上我是撑得住嘅，系不过系个眼袋撑唔住，个眼袋就好大个。其实我谂第4、5集都会几明显，我个样系残咗嘅，咁但系导演觉得 OK， 因为讲第4、5集是我哋入咗行10年，咁都一段时间，同埋成日查案，咁佢觉得有呢个眼袋都证明到你沧桑咗，所以佢都 OK 嘅。系因为有时见到佢可能冇时间瞓觉啊，又或者又冇时间翻屋企冲凉，就直接踩几组都臭亲你啊！咁又冇，但系佩服嘅，同埋见到都心痛嘅，咁就尽量可以有啲咩帮到佢嘅就帮咯。